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时光飞逝，不等人呐。你这突然咬文嚼字，不做生意了，从良了？胡闹说辞的，跟你爹讲话越来越没大没小的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生什么气啊？过年一生气，一气气一年。 一直找不到这条围巾，就算是你给偷走了，我们哪是拖好看的东西，借我戴一下。你怎么晒成这样啊？不爱美了？都愣着干不是？外边不冷啊？快去！不进来帮着？我一会儿等着吃现成的。闺女养这么大，差点跑丢了。过来帮着包饺子。哎。 你是喝了，那脸蛋子红扑扑的。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哎，过年不生气啊，一气气一年。<笑> 你们聊啊！你这是什么反应啊？ 逗你呢，你都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带的太寒碜，不好意思。让我看看，都是我喜欢吃的呀，快进去。怎么，还让我求你啊？不了，三林，我不耽误你们吃小年饭了。 我还得回家，我妈一个人在家呢。你爸和你弟呢？我弟，他谈恋爱了，两家都挺看好这段感情的。他去你儿家过年去了。我爸没了。
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这么突然？年前的事儿，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，发展得很快，还行，没太遭罪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听厂里的人说，不然我就请了个丧假，一切松解。他们不知道也很正常。我先回去了，萨莉，小年快乐。还没走啊？咋？一定啊！你在这儿干嘛事？外面多冷，我就家里坐哎。走，快让人家回家里坐啊！还到家门口了，不进家门，咱俩可是好久没见了。乔大伯，小年快乐！接着说，快回家吧。今天过小年，别让老人等你啊！快回家吃饭，走啊！瘦的都快成李东宝了，笑什么？没想过。你害羞啦？没有。你倒想，我一辈子都这么害羞了。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呀？我看你近一个月都在吃馒头咸菜。你爸的事儿，让你们家里很吃紧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那是你们不发工资了？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？一年，谈了个女朋友，要结婚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妈说我又没有女朋友，让我把工资都先交给她，集中力量先把一年的婚事办好。你就答应了？你傻呀？你不会说你也谈恋爱了，你也要花钱的？可是我没有女朋友啊。回头我要跟食堂提建议，让他们做一个月的猪脑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缺这个。小莫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明天早点来找我吧，带我去滑冰。好啊。妈，还在跟他来往是吧？他有新的工作了吗？我觉得二强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
就凭你，非得找一个无业游民吗？听我的，赶紧分手！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关就关了呗，你再找别的地方。你说那以后会改建成什么呀？哪儿啊？溜冰场。现在这南京一天一个样，谁知道？爱改什么就改什么吧。我托人替你找个工作吧。啊？我们新华书店合作的单位可多了，像什么装订厂啊、印刷厂啊，好多都需要人手的。我找人替你问问。那我考虑考虑吧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不舒服。那咱回家吧。你先去门口等我吧，我一会儿就出去。你一个人在这没事。你先去门口等我吧。最近食堂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们车间好多老师傅都已经停薪留职了，辞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人可不就越来越少了。我说，会不会轮到咱们？别瞎想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轮到了再说。哎，坐这儿。上次那事儿怎么样了？你妈还管着你钱？我都已经把存折给我妈了，我怎么再好意思管她要啊？再说我没有理由不给她呀。我爸走了，我妈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我弟现在在关键时期，我也不能不管他们呀。你娘，怎么了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忘了一个人。三林，对不起。嗯。你在我心里是很重要的。我。这个时候你不害羞了？我是说，你要多关心关心你自己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好好照顾你。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呀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就想这么拖着人家？人小莫对你多好，你还犹豫啥呀？你难不成还想着人主动来跟你提亲？我没有，
那没有，那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小莫了？不是。那不是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又想以前那些有的没的事了？大哥，我都说我放下了。那到底为什么呀？啊？就是小莫他身体有点小毛病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先告诉你。小毛病？什么毛病？就是他那方面。那方面？啊。哎呀，乔二强，你们这发展也太快了吧！啊，你这叫没买票就上车，我还真是以前小瞧你小子了啊！不是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是你们俩，这不和谐吗？哎呦，大哥，你说哪儿去了？不是那方面，那不是那方面是哪方面啊？你个闷葫芦，你说话呀！啊，你想急死我呀？说。小莫有癫痫。什么？就是羊角风。小莫有羊角风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我给你做了饭，做的炒菜和米饭。怎么了？你有事你说事儿行吗？你摆脸给谁看呢？李小朗，你跟我们家有仇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二强介绍小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对吧？我知道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有病吧？有病的不是我。小莫有病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对吧？小莫有病，什么病啊？癫痫、羊角风。我去问你，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天地良心，这事我真不知道。红口白牙，你剩下嘴说以后你想怎么说怎么说。你没良心，乔一成，这事我要知道，我活不过今天晚上。不是，咱俩说话就说话，你别咒自己。我就是想问清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女孩有病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能介绍给你弟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平时里和言细语的，碰上你弟弟妹妹的事你就翻脸不认人。我要是真知道，我敢在虎口里拔牙吗？我啊，行，我信你，我相信你。但是咱这事得弄清楚啊，得趁早让他们俩算了。哎。我这还没说完呢，你还说什么？你说，我现在去方一间给你问清楚。我可不落一个收人好处、欺瞒自己家人的名声。这衣服洗干净了，谢谢你，二强。你先说吧。我没想到你能主动约我出来。我就是想问你身体有没有好点儿。其实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，是我大姨说先出出看。我也不想瞒着你，我知道这事儿瞒不住，该知道就知道了。你嫌弃这个病，我们就分手。我不会想什么的，我也不会死皮赖脸的缠着你。我没嫌弃。那你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说了呀，我就是想问你身体有没有舒服点。丽啊，
我上次给你讲那个事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我们名额可不多了，人家麻雀眼，你为了你，全部的家当都投进去了，你不得表示表示啊？我不会投钱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，缺水就不能老挂在一个地方等着，人得活啊！你再考虑考虑啊！你老爹爹别的权利没得，给你留个后门还是可以的。不用了，我劝您也早点收手。头发长，见识短。确实这事我跟你问清楚了啊！哎，方言承认了，孙小莫是有病，癫痫。但是方言也说了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小的时候有一回爹伤了脑，留下的后遗症。反正事情就是这样，要分手还是怎么着，你们兄弟两个人商量，也别来跟我说。你们尽管兄弟情深，就当我呀，白白做了活250。不是，你也别这么说啊，咱到底还是一家人嘛。刚才确实是我太着急了，这你看。这二强他这人本来就跟个榆木疙瘩一样，那倒三不着两的，要不是我一直问着他，现在还稀里糊涂呢。别生气啊，你胃又疼啊？我去把饭热一下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想吃什么，咱俩出去吃。乔一成。我可算是认识你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们家的任何事儿我绝不插手，所以你们要再有事儿，你也别再来找我。行了，哎，行了，刚才就。没事儿。要不我给你倒杯水。陈主任，这个就是乔二强。啊，你就是乔二强，陈主任好。小莫对你的事儿很上心啊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们主任就爱这么说话。身体没什么毛病吧？没有，没什么毛病。哦，那就好，是不行吧？主任，我们该进场了吧？啊，走吧。三立，怎么样？过来，小点声。我就说你肯定行吧。越缺水越不能渴着，这个啊，是我长这么大，我爸跟我说的最管用的一句话。等我干完这个季度，把手里的活处理一下，我就辞职。现在就去。现在啊？对呀。你怕什么？你可别拿你手里的那点活诓我。厂子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又不是不清楚。厂长对我挺好的。可是人家外资企业也很看重你啊。你看这上面附加的福利待遇，还有带薪进修的机会呢。厂长之前说我资历不够，说再过两年让我拿个石劳模。
就给我上个中层，连当上副厂长都有可能的，毕竟是国营啊。什么国营？什么资历不够？他那就是在驴鼻子上拴胡萝卜，稳着你给他干活呢。啊？那舒淇的小舅子有什么资历？他不是照样上了中层？这大锅饭就是这样，哪是你想当什么就当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？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婆婆管着呢，这我们又没有什么门道的小老百姓，你有机会就得抓住。你有技术在身，放着好机会，为什么不去？要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厂子里？我现在就去。去呀！去吧。商量个头啊，没得商量。妈，是不是有人撺掇你啊？没有。你是什么性格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要不是有人给你出馊主意，你能这样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辞职报告已经交了，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长大了，出息了，翅膀硬了，我都依你，都依你。存折在我这儿呢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强，哎，好好干啊！哎，从里边推个平板车出来。好。好你个老刘！哎，雅丽，就知道偷懒不干活。哎，哎呦，这新来的，脑子傻乎乎的。哎，吃点瓜子。刚来的。对，听说还是厂长的什么关系？厂长的人也该是。我管着是厂长的关系还是别人的关系，到我手里，那就得听我的。恭喜你啊，刘师傅！恭喜你升官了。你开玩笑啊，我这升什么官？运输官啊。以前都是看你一个人干，现在站在这指挥别人干，我还以为你上吊了。对不起啊。哎，二强，注意那个书籍和页角啊，别损坏了，到时候扣咱工资。哎。师傅，这是最后一盒了。没有了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人呢。不能啊，我们都是按人数准备的。休时间，我看你没去领盒饭，还以为你没吃东西呢。刘师傅他没跟我说要盒饭了，我就自己准备了点。他没告诉你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等了半天，太饿了，我就自己先吃了。你这吃的什么呀？那么香。这谁给你做的？自己随便做了点。自己做的？你还会做饭呢？就是小时候总是吃不饱，然后就成天琢磨吃的事情。你要不要尝尝？这边我都没动呢。好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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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我刚才还在休息室找你，今天晚点下班到办公室一趟，我想听听你接下来的打算。啊，我是说下个月新书上架安排。嗯，你们继续聊啊。哎，好好聊。哎，
工作这么忙啊，上架什么新书都得跟你们商量。啊，是。我们主任比较喜欢综合下属意见。你们主任人是挺好的，就是说话感觉跟发面包子似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那皮厚厚的一层，馅儿都裹在里面，咬一口也不知道什么味道。请进。陈主任，什么新书啊？你有话就直说，不用给我装笑面虎。哎，前几天啊，我去那个饭店吃饭，老板都和我说了。什么呀？乔莫，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？你可以过几天再来上班啊，就算雅丽他们说什么，你也不用太在意。以前我怎么照顾你的，现在还会那样照顾你的。多谢陈主任关心啊，我那个病很久没发作了，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哦，很久没发作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复发的呢？如果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是不是在那个饭店受什么刺激了？还是因为在那里让你想起了什么，触景生情？小莫，你去那个饭店怎么不叫上我呢？我们可以坐在第一次我们坐的那个位置上，好好的叙叙旧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应该这么问，毕竟这个病是没有那么容易好的，你自己也很不好受吧？你说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偏偏要遭这种罪呢？你说哪个男孩子看到那种场面能受得了？小莫，我是真心疼你。没错，我那天是去了那个饭店，我也的确犯了病。但是陈主任，你可能不知道吧，那天除了我，二强也在，所有的事情他都看到了，也都知道了。那天是他第一个脱下衣服给我盖住身子，也是他送我去的医院。后来他还去我家，他说他不嫌弃我，他会和我结婚。所以陈主任，谢谢您的关心，我过得很好，好自为之吧。你，这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我妈想让你来我家吃个饭。吃饭？为什么呀？庆祝你入职啊，而且她也挺想见你。这会不会太麻烦阿姨了？我工作本来就是你帮的忙，而且我工作也不好。你是嫌弃这个工作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我自己不好。我没有不好啊。你今天工作的时候我都看着呢，挺好的。嗯，而且我也没有去过女孩子家吃饭见家长的经验，我怕。谁要你用这种经验了？我爸去世的早，我跟我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的，这么多年她一直盼着我能把男朋友带回家给她看看。一家人好好热闹热闹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别有压力啊。Attention，注意专注注意力。Attention，注意注意力。Attention，干什么呀你？谁让你动我东西了？动你东西怎么了？反正你也不用。用来学英语怎么了？还给我。给你。你坏了袋子我给你接上了。没让你跟我说谢谢就不错了。
跟新的一样吧。这本来就是翻录的袋子，能有这样的音质已经不错了。又换了啊？这就录好了？这东西还真能录进去啊？跟正版的一样吗？上来了，小苹果吗？二哥，还想你师父吗？那你到底喜欢？孙小沫还是你师父？孙伟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你觉得到底什么是喜欢一个人？喜欢一个人啊，应该是你跟他逃到天涯海角、深山老林，然后跑到一个大雪山里面，找个小屋。生一个炉子火，外边下着大雪，门都被埋上了，然后你们两个坐在火炉旁边，觉得热乎乎的，好像你们就是全世界。嗯，应该是这种感觉吧。所以你是真的喜欢齐成刚啊？那当然了，为了他我也不是说你吗？干嘛又开始说我？是羡慕你，真的，我很羡慕你。羡慕你能因为喜欢一个人就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没有顾忌，没有阻碍，真好。二哥，其实你也可以的。在哪儿啊？我又该去哪儿？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像是这手电筒里的光，往夜空这么一照，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，看不到希望，也看不到尽头，只剩眼前这一片黑。非得看那么远啊？你看近点不就行了吗？就这样，一边找一边走，一边走一边找，总有一天能找到的呀。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。这也可以。来了。我妈把亲戚都找来了，说要一起看看。
师傅，你说什么？俺们那嘎达管这个叫玛丽。师傅，你说什么？嗯，你忙进猜他师傅。嗯。